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一包子，一起吃嘛。啊！为什么这么大？谁跟我说吃得完了？拜托，谁跟我讲？谁跟我说两个人？我刚刚跟你说里面夹了一只鸡。这个翻开要拍下去吧，因为我可以伸长我的手。好，谁跟我说吃了我？哟，他应该蛮惊喜的哦，摸起来蛮软的。他应该蛮惊喜的哦，我刚看你这样吃，我就有感觉了，吃我就有感觉了，吃我就有感觉了。好看，超秀哎！那你们那边怎么办？没有，我们吃完大概五点了。五点。5点。你有需要招财神吗？王耀俊吃播，吃播指路，吃多一点，等下你才能吐。你要是这个能吐完，你就真的猛了，他就佩服。对，要包回去。你要包回去？你们是同房间的没差。OK， 我会叫你去厕所自用。我就记得你这个片段要剪十分钟，就拍久一点啊，拍到五分钟，让王耀俊可以剪五分钟，他来吃一波。哦，你不让你在这片应该很多人按赞。我要把它缩时摄影。你要吓到。他是故意的，他是故意的啦，万圣节啦。